吗？鸡要假鸡食音。鸡发的音很多。就是假食音。鸡要假食音还是一食？就是一团糊，那写那个啊，盒子的那种，就十一的那种。他写一十一还是十一？说啦。撞他就好。他碰到他怎么就不动？他是热啊。他怎么碰到他？手上有什么？好喝的。他怎么？手碰到它，它就不动。哎，手有温度。我没有。对吗？对的，对的。那手抬它在那个包装抬的那个包里都会有。赶快。都没有线哎、欸。啊？没有线。不用线啊，手机直接投影啊，不然我们在家还要插半天。就是你手机进，对啊，啊怎么可以连线？本来就可以啊，你从买的第一天，我第一天来就有投影，做好多遍。我投影，那它不是没有连上吗？不用啊，连上啊，因为我跟你是在同，我是用同一个网路啊。哦。那就可以连啊。哦，不是，它有时候都接不能接收啊，刚才好像。是不是隔夜要上课？嗯。是。八月三十九。啊，八月三十九。上一天就是在做两天。对啊。你好像吃太多菜了。这天然菜。就会调降吧。这边那边金箔饼吃完。它有金箔饼。外面是要炒几遍啊？看看有没有吃。很好吃的，青菜很好吃啊，真的好吃啊。那我们全都吃那么快啊？对啊，对不对？不要这样子，不要这样子。筷子放在那边，你再不你丢。筷子拿着丢掉，那不是。拜拜，你做啊，那个椅子拿来做啊，做吃啊。